好卡，喝咖喱都卡在喉咙，不咳嗽讲不了。好甜哦，这个是豆奶啦，不是奶茶，是不是看不到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咖喱都黏在我的喉咙。豆奶。微糖，微糖，去冰。豆奶，我只是想说不要喝奶茶，太常喝奶茶。真的蛮甜的。其实笔画得很好，我已经不记得我画了什么。口红都美超级久的神奇，我已经不记得八月是什么，八月是什么主题。八月是睡衣，原来如此。睡衣感觉已经过了很久。七月的神奇，现在还在七月的神奇呢，大家抗议啊，太慢。商场都买了。
没有帮忙没有帮忙，我根本没有遇到在包的时候。我带头抗议，我没办法，是你们要抗议啊！比土平又能吃饱的东西，自来水。会员申请。我也很久以前有包过生血粽，很久以前。吃空气，吃草。你看 SSKR 的公演可以省2000，你可以各看一场，这样就可以省4000。夜班也买，口红好吃吗？还可以还可以。是哪个牌？是 Etude House 吧？不是吗？应该是 Etude House。看不看？他那写韩文都看不懂。PK005，其实蛮荧光的，我觉得。004，是吗？我刚刚是讲004吗？
はい。はいはい。变冷了，对的，可是很冷，蛮舒服的。虽然我现在只有短袖，我在衣橱里面只有短袖。不太想。上班族，サマーリーダー，不会念。哎，我有成功吗？
一来就 Hello。 李梦恒这个礼拜，上个礼拜也没有量体重，他已经快一个月多没有量体重。给大家意见，停车上，在回程吗？停车上的姐姐叫她量体重，我赌她现在55公斤。她今天吃了麦当劳是不是？李梦辰吃了麦当劳是不是？中秋过后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中秋节还要烤肉，被他逃过，没有练习。他练习不会变瘦，但是他练习至少可以有运动。三点。工程都乱来，雷奇伊是谁啊？
叫姐姐带他去量体重。就是碰到塞车，应该是不会碰到塞车吧？会吗？这么早就开始塞？没有想要回去，铁定塞爆，南下塞爆，为什么北上不会塞车？没有人要来台北玩。现在从宜兰回来。今天抖蹦更新了，然后我今天凑齐了4000，然后没有抽到半张我喜欢的卡。完全没有半张字，这是不是代表我要重新再下载账号，然后刷手抽，一天到晚刷手抽？不能再猜，可以等等，等等等什么等？你说可能会有新的活动吗？抽卡。而且为什么有的人的称号很酷炫？我也想要很厉害的称号。再可
费丹，请帮我磕。我今天有遇到，我遇到五次成员都不是同个人。气球，就是有截到图，对。为什么有的人称号上面有一个什么 OC？ 一回一回，排名从刷到第几名？我那时候三点的时候，我秒开，然后我有16名过，应该6名。然后我现在就逐渐的往后掉。在还没有人开始玩之前，我三点的时候准时进去玩。唱的乐，先享受一下再前进一阵，完全撑不久，马上就掉到100多，我现在应该100多，还是其实已经200了。我现在196名，我刚刚传讯息叫经纪人姐姐。带他们去笑场的姐姐叫李梦辰量体重，姐姐刚回我说好，待会叫他回去量。每一刻金城武做，每一刻金城武做，苹果的热气球，那是什么活动？这跟那个中秋节有用吗？跑不掉，他已经四周没有量体重，特效好可爱，特效很可爱，哪里来的礼物？抽到的。车上跑不掉。テレビに出てる。何のテレビですか？四周没量体重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两周量一次，但是他上两周没有量，这已经是下两周了，他还是不量，所以他有四周没有量。
歌ってるよ。懐かしいですね。不是每周，很早以前就变成两周两次，活动太多都没时间量，明天就有时间，好不好？还是会去公司练习的。Hello， 是的 ，Hello， 就是不愿意站上去那个体重机，逃避现实的家伙。我要跟姐姐强调，她四个礼拜没有量，一定要量。她不减肥就不能吃。衣服要越做越烂的，不然就不要做它，做瘦一点的衣服，加想办法塞进去。做大件就是让它胖啊，要做小件一点，它才塞得进去。想办法塞进去，不然它就不要穿。是的，比他。稍微聊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根本没有人量。我这个礼拜六的时候，他说姐姐要量体重的，过两个礼拜，然后就姐说那你拿纸，然后写在上面，我就写，我就拿一张纸，然后上面写体重，然后就说来，大家量体重，然后现在那整张上几乎都是 Sakura 组 ，Sakura 组几乎全部都量，有没有觉得我们很乖？其他组就是我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要量体重，但是没有人会去，他就是当作没有看到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不是，是沙夸族的不太需要在乎那个体重的部分，他们不太需要强压。超叔也没啊，超叔大概就品寒林杰什么的比较没在怕，随时量都可以。看他到底有没有想要减肥，他真的很胖。长颈鹿很瘦，长颈鹿好像48多吧。他强调他不减肥，但就是量啊，反正他就不减肥。他看到那个数字，他也是没差，反正他就是不减肥，那就量一下又不会死，就是可以去量一下。说公司是不是要就是实施企划，叫做。
减肥夏令营，点名一定要参加的，不然我也吃饱，我哪天我也吃饱，吃到50公斤。维持原则。越来狐狸，看 IG 照片都看不出来，你要去看粉丝拍的照片。看粉丝拍的照片最明显，更不可能说。看本人应该看起来，也就是看那个一单到现在逆成长，逆成长，不太细。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很细，我觉得不够细，我觉得可以再细。我觉得右手可以再细一点，哦，不是，手臂可以再细一点。默默的脸是尖的，推一下再出图。没有人，大家修图太累，你们都不喜欢修图，你们都不喜欢修图。再细就短点，不会了。看那个肉，凑一5-6张。你剪的2周年？有啊，我有看到。あなたがいてくれたから。不用绑就看得到习惯，不用绑就看得到习惯的啦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一直看课，你被嘲讽，你被谁嘲讽？只有打针的时候会希望我的手臂粗一点，这样可能比较不会有感觉。
不用绑就可以看到血管部分。真的看不到吗？我以为这边，因为这边皮比较薄啊，所以应该都看得到吧。真也会唱。感觉，哦，好像没有，现在好像比较瘦，现在没有很胖，现在快要有蝴蝶袖。是用力甩就不一样，所以不能用力。耶。很会丢海报，那很多。还有腿的部分。会丢彩带，我真的觉得彩带可以再长点。重点是要那个，要大，要重一点，是不是？丢球可能比较简单。四单选拔花式。手表。丢到盈空，因为彩带其实蛮轻的，很难丢。现在，现在8:05，
差点灵魂。放在手上就不会掉。怎么这样掉？太短了，连彩蛋都没有，那真是太惨。像演唱会一样的彩蛋，可是听说 AKB 的彩蛋都不会写字哎。好像有什么签名球上面才会写字，签名球感觉也不错。留在座位上不带。演唱会比较有，演唱会也没有吧。这也是硬的，当然是用硬的，不然那么多条是要写到。写到民歌词，用那种枪，可是我们不需要用到那种东西。要飘飞机，二周年不需要吧？二周年也没有很大，直接拿水枪射。
看看看。二周年有丢东西的环节吗？都在练习了，怎么还没开始？剩下一个礼拜，两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一个多。一个礼拜多，强人所难呐。刚好有事情不能到，小葵，竟然没关系，好吧，反正对，反正对，没关系。心理素质健康在。心理素质健康在。大家想象中的二周年会是什么样子？一月还有机会，一月还有机会啊！运动会，二周年太可惜，二周年。曾经是现场彩排。那个也很，那个也让我们练了一个月左右吧，只是先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练，因为海外真的是太难一起练。欧一波合照，祝你三写纸笔的部分欧到合照会。蹦蹦跳跳，还是就全部都 free， 从开场到结束都是 free， 这样就不用练习了，这样只要会唱就好。其他要求不多，那可能其他人不会跳，我们只唱就好。忘了加码危险，还有第二轮啊，没关系。A C D 排位。我们也蛮希望可以桥段少一点，走来走去，这样他想改就可以改。可惜现实是多么的残忍。做哪都好，
比较有效果。对，这样还比较简单。你知道三组要凑在一起练习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真是太难。想换位置，我们大家就是直接眼神死。千万不要，太可怕！大家都眼神死。可能就会再像那个吧，机会的顺序一样，眼神死。轻点跳就好，唱歌跟幻想。希望他不要再多一出奇怪的鬼点子。我现在已经没办法预测会有多可怕。我的珍珠都要黏在一起，现在皮带变成多少？鬼点子是我们唱乌吼，然后你们叫你们在台下跳，叫你们上台跳乌吼乌吼吼。我们去台下坐，然后你们去上面跳乌吼乌吼。现场抽考，会跳的会跳的会跳的，会跳的有奖励这样子，不会跳的就没有这样子。可以不要找成员麻烦，找粉丝麻烦。还要你唱一
小腿有肌肉，我小腿最多的就是肌肉，就现在看不太到。其实我肌肉蛮好的，其实有啊，只是我现在坐着看不太到。看看了，而且会不会抽筋？其实从正后方来比较明显，先不要受伤。比不上队长，怎么可能比不上队长？这个其实是蛮大。哦，胳膊后面吗？看不到。被你们看到我刚刚把它缠在我的脚上。真的其实有，看不到啊。其实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看到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星星。超危险的吧？超危险的吧？真的是世界有大危险。这才叫做小腿肌。我都是用尽我身体的力量，都捏不掉啊。这边，这边还是真的重。神秘的小腿肌，因为我是骑着我小腿这样看。其实蛮软的。Mina 感觉 Mina O 型腿，所以看起来超壮。Mina 的腿真的是超级的圆哦，她的小腿是这样。才不会长太多肌。睡眠袜没有，有你只要看啊，你看陈思雅跟 Mina， 如果跟林姐站在一起，你就会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脚是这样，中间很宽的。
天不拉圆不一样。你找饭拍啊，一定找到。先笔记下来。因为有的人的腿超直的，像国兴你的腿就蛮直的，不是瘦是直。玉清都消失了，玉清就是差不多没有。想办法把它捏掉。你说这个应该是过敏。这样打会没有，比较没有肌肉。我跟你讲，我大概是按摩最不失那个不客气的压，不热气不客气的按。刚刚我刚刚说。刚有很轻吗？肚子可能有点难，肚子打了感觉会全身不舒服，肚子没办法打。现在我看，会看到红红，哦，没有看不到。煎还是裹粉渣？知道多累，再看我的腿。为了不让我的大腿有肌肉，水饺，什么水饺？这是叫我最熟的郭馨予，
估计你的脚跟手差不多细。我的小腿大概是他的大腿。哎，这裤子真的是没穿。可以穿到这边，这边是我的肋骨，我的腰那边，肚子在这里。真没办法穿到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我看起来身体超短的。我跟前几期有一样的裤子，这样比例很好，腿站得七，身体站得三。3:7，还是我上半身只占了2。剩下都腿，从我今天看起来超胖。衣服超也 oversize。
锁骨，而且我锁骨蛮明显的，其实。对，超像居家。越来越难，对啊，他这个超级，他一逐渐褪色。洗到饭没有颜色。褪色才奇怪，他刚毕业，再久远一点呢。好想要他们的运动服，他们穿的运动服是不是很多成员在用？那个粉红，可是还要空运，太麻烦了。绿皮运动服是什么？新米 ，Hello 新米，妹。新美，上综艺节目中穿的衣服，在哪里看？我说不定我看过，只是我没有印象。荷尔蒙的队服，那个不是就是普通的运动服。白 T 红短裤。
怎么查才会查得到？サシコのクセに。哦、oh, 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一件。扣的越来越明显，还好吧，我已经没有去用它。会痒吗？不会痒啊。先把影片公开，很久以前的，很久以前的影片，超久以前拍的。这件裤子很可爱，粉红色，迷你马。晚上好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嗯，时候对的，很久以前。很久以前吧，那个时候是几月来着？六月是不是？握手会附近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回去看那个运动会什么前哨战第一集好像有讲，今天是陈思雅宣誓的时候有讲，今天是几月几号的那一天，的那一天。
是那一天。网络不好，快下班，快下班了，冬天快到了，客气了吧。冬天快到了，想要买毛茸茸的东西，可是大家说会转回温。我现在大概只有那个史努比是毛的以外，没有什么是毛的。反正冬天还是会来。谢谢找回的热气球，呼啊呼啊，呼啊呼啊，吊饰的那只，吊饰的那只以外还有娃娃玩偶。其实我现在把玩偶都放在那个衣柜里面，因为我的床上实在太多玩偶，太多玩偶，真不希望变脸，真的是真不希望变脸。天气很舒服，对啊，我想要从宜兰把我的睡衣拿回来，从没有，我现在收起来了，因为放不下。而且很害怕，我拿出来我就开始打鼻涕、打喷嚏。在鼻子上。超可爱，喜欢毛茸茸，虽然没有什么就是会害我过敏，但是我就是喜欢毛茸茸。这几天比较为了鼻子先封印它们，对，拿出来的那一刻就会开始鼻子痒痒，好可爱！谢谢许愿瓶，猫咪。你喜欢冬天，我喜欢冬天，我四季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冬天。
那时候下雨，依然就是拼了命的在下雨。猫咪有球，所以只要有毛茸茸的东西就很想要买。突然想念舅舅，可是抱了他还会一堆毛，吹了。东西都很可爱，我真的是很就是很想要住在那边，可是感觉会破产，就是就每天都看这些可爱的东西。谢谢日日，大家知道我们十月的校唱。是哪一间吗？我已经忘记是哪一间。校草，还有哪个？还有哪一间？忘记了。迦南药理，戴西亚的卡去。这北海道还没有蟑螂，可是就每天会下雪。去不了，我不想去。乔光是。乔光也是我吗？乔光，感觉进得去就感觉进去。你觉得要去吗？你们开心就好，不强迫你们，反正就那三所，你们有差吗？笑、啊。乔光，台中乔光科大，10月13号，跟那个什么迦南药理，一个在台中，一个在台南，他送我金针，请送我金针，我没有金针，我是一个没有金针、啊，还是送我，有没有可以垫在？屁股的椅垫，我就是每次坐，我坐到新竹我就屁股就很痛，我要坐到台南我该如何是好？北方人跑，背包可能要放一个，背包可能要放一个大型枕头，带枕头出门。可以充气，真的可以收纳，是不是没有这种？是不是没有的？还吹气，自己吹，上车就开始吹，坐车到台南这边，我的全身酸痛。坐高铁了，没有钱。没有钱坐高铁，我们只能坐车。
送我毯子跟可以睡觉的东西，带着他去校场。有点不方便，除了很贵，然后还要叫计程车，然后六个人去家，还要叫两台计程车。应该不能进去。其实我们都蛮羡慕 Bellflower 跟 Daisy 去人很多的学校。需要长途搭车的神器。对，在此许愿，希望有可以长途搭车的神器。没有保姆车，我们坐的那个应该是保姆车吧，很像保姆车。但是现在坐在这边两个小时，我就觉得不舒服。光是自己的不算，光是两颗。懒人沙发，懒人沙发要怎么带出门啊？懒人沙发，我可能我身上背一个壳，我是乌龟吗？离家出走的概念。带着它为生，我的生活就是懒人沙发，然后随身携带，还是我就放在公司，然后就会被其他人拿去用。携带型懒骨头，有这么厉害的东西。今天的电视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以为公司有车，是因为每次都带一台，所以你们很觉得很像。第九名是博涵，谢谢博涵。第八名是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。第七名是中和喵喵，第六名是林国，谢谢。各个地点各买一次。第五名是金柚，谢金柚。第四名是早葵，谢早葵。这是那个吗？什么？热气球，谢热气球。第三名是峰峰，谢峰峰。第二名是杨雄，谢杨雄。第一名是傲娇，谢傲娇。现在是下班了，下班。明天大家做什么？明天大家有放假吗？10月1号。开始摆，还是可以送我那个，就是要一堆奇怪的东西。滑板车，滑去结账。感觉我就不会用，不要送我，绝对不要。我不会骑的，我连脚踏车都说，我想要脚踏车，然后过两天我就不想骑脚踏车。明天放假，明天大家放假吗？有的人说要上班，是不是？狗狗罗，我没有驾照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去考驾照。放假。
收到可以开店，开什么店？我收到可以卖卖成员，转卖。每天烤肉一篮的生蚝，生蚝，每一个都是篮子的。滑板车还只能送滑板车，不能送那个电动的，因为不能有电。啊，超多可以伸缩啊，把它想办法把它挤在一个小的尺寸。蛇板的。送到，然后过三天就会看到我写身体不适，直播暂停这样。收到也可以，汽车驾照不要，汽车驾照好可怕，我不要，不考驾照。特技用的小滑板，我也只有三单那个。糊弄学一下滑板，我不会滑，好不好？我根本不会滑滑板。我不吃点，不能送有生命的东西。下一张故事啊，公演暂停一次，滑滑板。好了，再一。送钥匙。专属司机。你会怕？没有人不怕，大家都怕。羊驼，找羊驼。哟，在这里啊！这个，天天从捷运站走到公司，走很心累，超心累，超希望至少那个公车站牌可不可以开到松烟，还是捷运站出口可以开的那？你知道夏天的时候走那一条真的是妆都花了。保姆车该出动，送车钥匙跟卡片。你可能那个经纪姐姐先看到他，可能先开走。手机太窄看不到是吗？每个人的画面不一样，是不是？Hubby 站点。小 U bike， 他的 U bike 就是等于坐到捷运站走到公司的距离啊。抢车钥匙，最近想买的东西有点多，但是还没有
月光，我现在月光族。松烟有站点，松烟有站点，松烟没有站点，松烟没有站点。贴在墙上的 N 号零一，什么叫做啊？你说那个生日会的那个头吗？征求专属作词。我上次去三创，然后看到它上面有忘记是几楼，反正它超多楼，反正我就看到他在卖拼图，然后超大一只，然后我就想要买拼图，结果看到那个价格我就收手。我现在跟粉丝一起逛，大家 hello， 朋友们，不要再买六场了，你们这群神经病。太多，两场我就觉得好亏，2000块，我可以买一副拼图，啊，1000块就可以买一副拼图。几片的，1000片。你才月光月初就光了。你买了怎么办？也可以养熊。合照只送3张，开奖了是不是？大家快点去看，有没有人全没中？那我可能先帮你哭哭一下。记得有全白2000片，你要吗？送我。虽然我可能不会成功，但是可以。就我就会发现我的房间每天都是拼图散满地，没有想要说。拼完了要怎么处理？拼完了就一直摆在地上这样子。耶耶耶！太好了，晚安，中，信来了，你的我全落，你全落，有落90个，快点90个在哪里？90个，各位在哪里？刚说完你就全落。决定了就没有 BC 感， BC 感不重要。中了一张，抽到3张，5张全落，抽中2个，然后要记录一下那个90，90张现在有几张，认领到几张这样子。还好你抽2张，拼第二轮了，3张是 O 的吗？中了2张，全不中，金柚全不中。中了中了，3张全中，6中1，17，什么？你有17张？合照会结果出来，合照会结果出来。恭喜贝卡，恭喜贝卡！谢谢你的2周年影片。我现在唯一的生活乐趣大概就是看粉丝跳舞和 challenge， 跟粉丝做影片，跟粉丝画画，以外没有什么好玩，没有什么做可以做的事。6中4，开始想 pose。会不会其实我们中间隔了100公尺？我中间隔了100公尺，然后用那个超级广角拍照，就是那个贵族的餐桌。
自己的手机。这样给我去换一个广角，这样才拍得到。一百公分差不多。我可能要这样拍照。再没光脚才能近一点。iPhone 12，两个棚，这样合照，还不错吧。中间要绑一个歌板子，这样。我现在帮你们预想好，它会有什么方案的。现在这还没办法，可以啊。你自己把中间裁掉，然后自己把中间切掉，然后这样合在一起。考验你们的 PS 功力。翻他桌，像二阶的动作，林果二阶的动作。有什么动作很二阶？没有什么动作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动作。
先不要这种。十月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办七万了。Hello Ice， 拥抱自己 pose。 帮你们想动作。你们自己想，你们自己想是不是？好吧，你们要自己想。真的，我感觉脸比较，我的手比较大。反手超难。口罩戴脸上，这口罩都太大，口罩做太大。早就脱了久了。不怕脱臼，抽到的大家可以开始想，啊，没有抽到的就可以等下一轮。
Steven 晚安，晚安。所以这是没有抽中的可以下一轮用吗？还是没抽中的就已经没有用了？可以接受了哦。几率只有三分之二，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二？没抽中的可以再抽一次。哦，比如说你抽了五张，然后你中了三张，所以你还有两张可以在下一轮继续抽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理解有错误吗？第二轮还没有还落选的话，那就只能去玩游戏或跟别人拍照，是不是？不能收回。能收回还得了。没中的话直接分配给叶晨，你可以玩游戏。究竟是什么游戏呢？捞金鱼，秋天的游戏。秋天没有什么游戏，秋天有什么游戏？荡秋千。接龙的人都是二剑，找回是第一个。粉丝两百。他们腰烤地瓜，腰烤地瓜什么？会场还要有炉是不是？煮火锅，游戏摊煮火锅，边煮边吃，边煮边吃，他剪头带头。当场玩抖风，大家一起玩抖风。可以吃了，我吃完了，大家，是不是还有一颗？没有，吃完了。结束今天的直播了，各位。大家自己想办法，合照会要做什么？
现在已经忘记合照会是握手会的两倍。下班了，拜拜。游戏的火锅开吃，剩珍珠，珍珠也吃完了。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关不掉，我关不掉主播。好，拜拜，下星期见。爱是迷，我要死。